和鹿晗父子组合。那么大家知道为什么鹿晗叫邓超爸爸吗？废话不多说，让小编来为你揭秘。鹿晗曾经在媒体面前表示，邓超长得很像他爸爸，而且在跑男里，邓超非常的照顾他，所以久而久之，他就管邓超叫超爸，而邓超就叫他儿子了。但是，说邓超像鹿晗爸爸这种事，还是不能在邓超面前常提，不然邓超该自恋的要上天了。最后希望鹿晗邓超越来越好，要父子情深，永远一条心哦。还有一次鹿晗演唱会，邓超也发博说，儿子，明天是你人生中第一次个人演唱会，爸爸为你骄傲，开完演唱会就把婚结了吧。儿媳妇嗨起来，除了这一次，在节目中也是经常呼叫鹿晗儿子儿子。鹿晗和邓超的关系也确实很不错，鹿晗也没事就去邓超家蹭蹭饭，顺便教自己的弟弟等等学英语，有多少迷妹此刻在羡慕等等，因为只有他可以这样肆无忌惮地坐在鹿晗的怀里。希望这对父子下次